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wins K 天宇，今天要来玩的是偶像选手游，那这次是竹花面友。偶像选手游就是偶像选写真舞台，然后先下载那个，就是 QOOAPP， 然后再搜寻偶像选写真舞台。然后就会出现这个，我就可以选。那它 home 是这里，对。那这是我昨天抽的冰上景啊，然后它叫你点这里就点这里。那这集我是用这个的，我不是用音乐这个。那我玩这个第四话了。我都忘记我第四话，然后他们就会对话，你可以按继续听。那我的名字叫 Twins， 那如果你不想听的人可以按上面的越过，他叫人回答，那就随便点一个，反正我也看不懂，你只要看汉字我看得懂。按 OK， 那 OK， 好，那再按这个，然后这个，按第五话，是，然后就可以。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叫你挑战，然后就按好啊，然后按 start， 那个 start 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如果讲错的人请见谅。那上次已经给你们看过这个，所以我就按越过，就点一幕就是按越过。那如果你想看的人呢，你就小心你的手不要点到荧幕哦。其实我现在在乱按中，因为这个手机挡到实在是很。越多话越难。那如果你觉得很难，就不要看它的框框了，你就看到它就按，至少还会有一些是按到的。我就不会可可，更不会飙魅力秀。飙魅力秀，这次只有一次，右闪用的太烂了，太难了。觉得我是废卡，请不要骂我。MVP 在他这里啊，为什么 MVP 变他了？
获得 R 的超能力老师，这是第九关了。这个就是第九场，那就。那这款的手游我会拍三集哦，对，那你也可以不用每集都看，对。那最后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按赞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